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約翰 John， 今年22歲。咁日常嘅我就覺得自己係比較無趣嘅，但係我覺得我自己最 charm 嘅嘢係可能喺舞台上散發出嚟嗰種魅力咯。我覺得我自己斯文啦，反轉魅力啦，怕醜。因為平時我係嗰啲好怕醜啊，又冇多嘢講嘅人啦。但係當我喺舞台上，我都中意做一啲比較有力或者爆炸性啲嘅表現，都幾大嘅落差咯。明星嘅話，我會中意 BTS 嘅金泰亨，即係佢舞台上係好有自己嘅，可能眼神啊、表情又係得佢會做到。但係私底下咧，佢係一個又冇乜牛包啦，好貼地、好四次元嘅一個人咯。咁你覺得你有冇牛包？我有冇牛包啊？我有牛包嘅，但我覺得係因為我本身即係對自己冇乜自信。即係我覺得有自信嘅人係，首先佢唔會好 care 人哋嘅眼光，但係因為冇自信嘅關係，所以可能成日見到鏡啊，就會照唔。而家嘅狀態 O 唔 OK 咧？好想無時無刻都 keep 住一個最好嘅狀態。青春係人最閃耀嘅一個時間點，我覺得呢段時間係好快就會過去，所以青春對我嚟講係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而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咯，即係唔好諗咁多個後果會點咯，捉緊每一個機會去嘗試咗先。其實我覺得參加節目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更加認識自己一個怎樣的人，還有畢竟都會遇到一些不同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會帶到一些不同的東西。享受當下，就是青春。